我们看一下这一题，那这一题呢，它是在谈一个线性变换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线性变换呢？好，其实我对于这个东西，我们之后都其实都会用一个矩阵的方式来写啊，其实它会比较有清楚一点点。所以呢 ，x 其实是一个向量哦，就是说它把 SES2 呢，它怎么做映射？它把变成这个样子哦，这上面就是 x1 的。cos 阿尔法减掉 x2 的 sin 阿尔法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是 x1 的 sin 阿尔法，然后再加上 x2 的 cos 阿尔法。好，其实我们这里都有 x1， 这里都有 x2 啊，所以我们用矩阵的方式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抽出来，好，就可以抽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就是 sin 阿尔法 cos 阿尔法，那这里就会挂 x1 x2。好，所以我们把什么这个点就是印成这个，其实前面这个哦，这个矩阵很重要，这个我们就叫做它的、哦、那个旋转矩阵、哦、其实这题 的答案其实就是一个旋转。好，那怎么去理解一下它是个旋转呢？你可以把它想成、哦、其实要看这种矩阵就是要从基础的下手，所谓的基础就是从10跟01下手，你去看一下10它怎么变。对，因为现在有一点，如果是那个10，对10的话呢，好，那你透过这个矩阵，你会得到什么呢 ？L10， 你其实会得到的是，好，就变成是 cos 阿尔法跟 sin 阿尔法。好，那你再看 L01 呢，它其实得到的就是第二列，就是负 sin 阿尔法跟 cos 阿尔法。好，所以把10呢变成了，它把10变成这个 cos 阿尔法跟 sin 阿尔法，就变成这个点。好，10变成这个点。好，那这里夹角刚好是阿尔法，因为这对应到的坐标就是 cos 阿尔法 sin 阿尔法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是01这个点呢？对哈，对于01这个点，它其实会把它变成是什么呢？会变成是这一个。好，其实这里也是夹刚好。加阿尔法的角之后呢，这点的坐标刚好是负 sin 阿尔法跟 cos 阿尔法。好，所以这里想要讲的就是说，对你今天、哦、就是你要去看一个线性的行为呢，你可以掌握从10跟01去看。好，它10它是属于把它转个什么呢？转个阿尔法度。那01也是属于转个阿尔法度、哦、所以它整个组合起来就是整个旋转阿尔法度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，其实有一些这里很多符号开始看起来很复杂哦，但重要的就是要去抓到，对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，哦，就是说旋转的感觉，要把它抓到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把它抽换这个，然后看出它是旋转。